给开的尿素软膏就抹，抹了以后只是改善改善，治不了。都说啊，这个病治不了。后来我就从中医的角度去研究，一边研究一边给我女儿试，这个前后啊研究了好几年，试完了以后呢有效果，皮肤呢的纹路这些也都也下去了，没了。到现在呢，过去40多年了，她的皮肤都很好。之后找到我这儿的人啊也越来越多，后来我就办了这个叫张健疗法。